头里痛，头里痛，头里痛啊，我看到一个照相啊，照相的对着太阳，对着太阳晒呀，对着太阳晒呀，晒在额头上，晒在额头上，晒在额头上都发烫的感觉啊，那就晒在额头上发烫的感觉，那就针对着那个，针对着。东边了，正在东边是哪里呢？就是自由民主向东边啊，又涉及到那个，他们要转场了，要准备，重点还是在那个地方，因为那个地方人多啊，毕竟那个，流量大啊，又要回到那边去了啊。前阵子忙那个宁夏加拿大瀑布，这是一个插曲，后面大规模的还是在那个，自由公园那边啊。现在去的自由公园那边啊，他们又要准备在那边，又要准备在那边做事了。前阵子也是在做啊，也是在做啊，也是在做啊，只是说没有显示，哎，这个有点怀疑啊，做的事情怎么我们这个空间看不到呢？当然了，你说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，也发生过有看到的，现在呢做了几次也看不见，有点奇怪啊，我知道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